前段时间我们村里面挖天然气啊，在那边树林里面管道从树林过，然后留下很多树根，我妈她去背树根去了，她说冬天拿回来烤火，开这个车子去拉，她已经弄好了，她家还发了微博，这个车子，哪个不管她。好久没开了，这个车子。开起来多久？钻树林去了，他们小黑宝今天都去了耶。这种完全是让你乱整呀！我在做的不心痛哦，你看他都要那个头雕成啥样子嘞？我还不是才回来噶，今天终于搬到嘞。我是很想去避风头。我背都冻着了。那不是背的哇！你爸爸两回了，一起背哇。没法用都背。怕等他回来都在别个背完喽。背完了再说。哪天你去那哈儿挖呀？那些盖都。我是不说那天去嘛，还要多点。你们四个说那天多得很，结果去那边没都没得，抬都抬不起。我还是凶啊！这些木头啊，拿回去我们那个烤火房烤火、啊，特别爽。因为烧那种干柴呀、啊，又不禁烧，还是这种很熬火。别个那几年熬那个电香油都是那种白笋熬的干，干净挖嘎子来卖。你把屁股甩过来才好笑、啊、我晓得，我在烧这儿干嘛来的呢？可以了不？可以了噻，都在那儿紧了。不可以也不行的，因为那边已经积拢墙了。都在那儿紧了，入的。带回来今年，带回来破筛子，今年拉好多包谷哦。小牛哈，看到的噻哈，看到嘞。爸爸他说了没有货，那东西哪里行？他说你咋整？反正一天没事的。他说他你还要求哈夸奖，你还要。哇，有我记得我原来修车啊，修那个黄木头。爸爸他过来两脚都给我蹬的那阵，小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不？哪个觉得我们在背菜？修黄木头车之前。对，我们我曾经发过背菜也就是。好，我一天都搞那个破
何种难题？一个好家伙倒是难家伙。十，他有十年了。差点打起来了，跟我爸爸。男人太年轻了，男人可能十几岁哈。把你勒成这样的了都，哎呦。看起来都是乱糟糟的。你要把它弄平，弄平，搞平，看的。我这是说弄平。把你的车子开下去，宽脚宽水。你看弄平的话，车子都可以停在那些边边，多安逸哈。是。